干嘛骗他钱？爸爸，你过来。妈妈，找妈妈也没用，你干嘛骗他钱？我骗他了，我没有骗他。不来，你说话，找妈妈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没有骗他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搿是最破玩意儿。没有骗他钱。直播框底下一百亿了。啊，我来帮姐姐试一下。你哭就拜个呀。叫妈妈有用了，来，叫妈妈有用吗？穿哪里？没事，我钱多。每年到几点？十九岁年到几点？这个五十，这个五十，两串一百，这个五十，这个五十，四百。梳头发。梳头发那些钱他没给，梳头发钱没给啊？梳头发没给钱，我凑着你了一百。不是五百。那你看今天怎么处理？今天我给他五百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些锁串送给他。五百是还给他的，对，我管他。还给他的，明白吗？好吧，然后你应该跟他说什么？姐姐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对不起，姐姐。对不起什么了？不可以，老是想着你的钱，对吧？今天这个东西就是我什么？我错了，我送给你的，嗯，知道吧？好吧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亲人，不要老是去想着钱的事情，嗯，明白吗？嗯，听到了吧？啊，嗯，来，站起来，嗯，听到了吗？啊，哎，听到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给他四百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帮他按摩和梳头发，劳动费十块。